OK， 今天我们不是要开箱，也不是要录什么有的没的，因为500万，他呢要幼稚园毕业了，所以我们要录一段小视频，讲什么？讲感想，就是讲为什么会选择这一间学校，就是 QD Georgia， 也读这个 QD 是感想。嗯，可以啊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一直叫500万，可是他真正的名字叫吴劝平 ，OK， 吴劝平。我先讲好不好？我先讲为什么我会让你上这间学校。第一点呢，就是我们住的地方啊，就跟这个学校非常非常的靠近。然后第二呢，就是这里的环境很安全，因为有保安。然后再来就是 QD 呢，它是全英语吧教学，也是有上华文课，不过主流是用英文啊，所以我觉得也是蛮棒的咯。再来就是它除了读书之外呢，它也是有给小朋友呢一些课外的活动，比如说好像有去郊游对吗？有去那个不丹班纳玩对不对？最重要的，为什么我现在会在拍 YouTube 的 video 呢？就是因为有一次呢 QD 是主办一个应该是年终的一个表演，然后500万他在台上呢就跳了一支舞，就是跟很多小朋友一起跳了一支舞啦。然后那时候我就把它录下来，过后我就剪辑啊放 YouTube， 然后有自己的 YouTube 频道的这个一个过程。我还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运动会，我们三年都有参加运动会对吗？运动会通常都是会有家长跟小朋友一起完成那个比赛，虽然有时候我们没有赢，但是过程都很开心。还有一次是那个洗脚了，嗯，我帮你洗脚，用面巾来洗脚。哦，你还记得啊？有一次就是有一个什么感恩父母的一个感恩节是吗？有一个仪式就是帮父母洗脚啊，那当天就有帮我洗脚，就超感动，我觉得这个超有意思。我讲了那么多，其实就是我的看法啦，但是读书的人是他嘛，所以现在我们再问一下他喜欢这间学校什么地方。OK， 我第一个问题就是呢，你在学校呢有几个朋友？我来算一下，九个，你有九个朋友，你念得出他们的名字吗？一个一个来。你一定不懂他们。不要紧啊，你就讲给我听啊。第一个。阿晴。OK。第二个。丛延浩。哦，丛延浩是男的。男的。OK。第三个。赖金冠。第四个。朱明炫。欸，这个名字我常常听到他，应该是很好的朋友是吧？他很。第五个。Royce。Royce 超。想要毕业了，全部都讲出来。OK， 我们到第几个了？第六个。第六个是谁吗？Jobin。Jobin。第七个。Sonia。Sonia。Sonia 是医生。第八个。第八个是谁啊？巧乐。巧乐。OK。第九个。九个就是我啦。哦，第九个就是你啊！所以我猜你有多少个朋友？你为什么讲九个？九个。你有八个朋友。对。对不对？你 OK 吗？你 OK 吗 ？OK 啊，所以他有八个朋友，不是九个，八个。好，第二个问题，你可以讲出教你读书的老师的名字吗？李秀婷啊。哦，李秀婷啊，有几个老师？好，第三个问题。我喜欢谁？你喜欢谁？我喜欢跟。你有在这个时候讲出来吗？第三个问题就是你最喜欢上的课是什么课？游泳。还有数学。还有出去玩 playground。 出去玩 playground 不算。不是，我的确外面有一个 playground 嘛，就是去运动。好，这三年呢真的是让500万成长了很多，还好我们选择了这间学校。可是呢你很快就要毕业了，很快就要去别的学校上课了，所以你有什么想要讲的？最后这个影片的最后呢，我就邀500万吴劝平呢来跟大家说一声 I love you。 好，影片就到这里了。还有东西啊，说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啦。Subscribe。哎，对，今天的影片朋友不是这个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这个是屌，Smash the video。我也破。好啦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。拜拜。
你是不是以为影片就这样结束呢？其实还没有完哦。我们剪辑了一个这几年呢，我们参加学校活动的这个影片，跟大家一起欣赏。所以我们看影片啦。She told me don't worry about it. How deep is your love?